是韩国瑜结束了小琉球的行程，现在赶到了是在屏东潮州的三山国王庙。其实今天中午的时候，在早上的时候就有非常多的，包括潮州的乡亲以及其他地方聚集来的韩国瑜支持者，早就在那边等候了。你可以看到现在呢，他进入到庙的广场，还是有不少的群众正在两边来夹道簇拥，而且不断的挥着国旗来高喊动算呢。韩国瑜呢是沿路的拱手向支持者来做回应哦。我们知道呢，其实在昨天在小琉球待了一夜之后呢，今天早上韩国瑜是继续的回到了台湾的屏东本岛这里呢来做参拜。而在潮州这三山国王庙呢，创庙已经有200多年，是当初郑成功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建的信仰中心，所以韩国瑜特别到了这里。而且巧的是，在2个礼拜之前，蔡总统也到了同一间庙来拜庙，所以会有互别苗头的意味。之前呢，有这个韩国瑜阵营的人说，韩国瑜的策略就是越绿的地方他越要去，所以他首战选在屏东。而在潮州这边呢，过去8年其实都是潮州镇长都是民进党籍的，在去年2018年的时候，首次是由国民党绿地变蓝天，所以这次韩国瑜在小琉球之夜结束之后，特别的来到潮州来跟乡亲来做互动。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状况。目前呢，韩国瑜呢是走到了在庙的正殿这里呢，准备来跟三山国王来进行参拜。包括了去年绿地变蓝天的潮州镇长也陪同在旁边。他表示说呢，其实他感受到这次韩国瑜来到潮州，这人气也相当的旺。他说呢，因为在潮州这边他观察的民众其实大部分都是民风比较淳朴，所以并没有所谓的要支持蓝或是支持绿，主要都是选人不选党。而在去年呢，韩国瑜其实在2018的市长大选的时候展现打出的经济牌以及庶民牌，其实他认为在屏东乡亲这边也获得了高度的认同。好，现在韩国瑜要进行的就是跟三山国王的参拜仪式。那门个怎么样？只要在庙里呢，其实是相对的是比较安静，就相关人员来进行参拜。不过在庙外面呢，还是有非常多的支持者不断的高喊动算声，而这个声音呢，其实传到庙里都听得非常的清楚。目前正在进行拜庙之前的最后准备工作，因为呢，包括了媒体记者也相当多的都涌进到了庙里，所以说要清出一个适当的空间来进行拜庙仪式，稍稍的耽搁一下，现在准备要进行拜庙。好，我们看到韩国瑜除了这个行程之外，稍后他也会到了当地的乡亲来做座谈，以及参加的包括万峦的猪脚节一连串的活动。今天是行程的第二天，一连3天的屏东行，稍后有最新的状况，我们将随时来为你插播报道。先将镜头交还给棚内。
上的，车上的，这个变过，车行市场三变过，各上的，接过。接下请你去回原位。拜，再拜，三拜，中华民国108年。岁次己亥年，农历9月19日，今仔日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先生来到中子宫参拜三山国王，希望王爷公保庇伊这边，要来竞选总统，会当高票当选，拜，再拜，三拜，一休。全体合掌，拜！向王爷公、甲中子宫的众神女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礼成，祝韩总统当选。国瑜市长到潮州山国王庙参拜，好，谢谢，感谢各位。找一下从中门，啊，韩市长如果在这边，记者中门的右边，从中门，哎，从中门这边，哎，请引导一下中门这边，啊，那个记者从中边来拍，媒体那边要拍，哎，也要给记者拍下来，谢谢记者在往外挤，先往外，记者在往外，群众支持者，快到你往外，后队给他市长。记者先往外，麻烦一下，麻烦一下，记者往外，麻烦一下，记者往外，
谢。英国、美海。